出。你要去庆祝新年，你肯定一辈子要选择记得去台北一次，而且是看伊琳的烟火。101的这个烟火，它其实是一个 teamwork， 我们整个团队神经紧绷，就是为了要不能够失败，要把新年的希望带给大家。我们真的没想过，原来是单纯的为了庆祝大楼的开幕，结果就误打误撞变成了一个每一年都必须要做的一个仪式。跟国际团队这边在做，其实他们还是在着重于释放效果，我们在前面的安全管控、现场的防护跟释放的过程跟最后的清洁维护然后整理，还是要台湾自己本身的团队去执行。这三支的颜色，这几支的颜色，我们就发现了吗？这本来是两天的事，后来做三天了，就太冷，风速太大。Météo est un challenge permanent pour tout artificier et pour toute personne qui réalise des spectacles en extérieur, surtout des spectacles à cette échelle. On a rajouté des postes intermédiaires, vous savez, sur la tour 1-1, on travaille en fait sur les terrasses qui rythment la tour, très précis pour réussir à développer des formes arrondies ou des continuités arrondies sur une tour carrée. C'est ça le challenge particulièrement précis. 现在是八嘛，是九，对啊，九三十。现在是最重要是进度一定要赶得上，接下来就是到106的还有塔基的一些测试。Everything will be done today here at the top, and we test tomorrow.Check tomorrow if everything is all right. 这个就是带有烟火要掉上来的地方。其实我觉得设计团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心意是要去 make it happen。那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默契跟共识存在，那我们有那个心，我觉得，所以才到这里。那一天12月31号晚上，其实如果你走在台北的街头，你会发现说大家的方向都是很一致的，都会往台北的东边移动，其实就是往夜移动。通常都是在晚上6点左右，就是31号晚上6点，那时候是最紧张的，因为我们必须把整栋大楼的人能够清出去就清出去了。各组对时人请注意，正在准备要开始6点的整点对时，目前是59分01、02、03、04、05。准备了很久，其实就是期待，就希望今天的天气，然后温度、湿度都很顺利。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，其实他们都没看过烟火，我们看的是今天在倒数的时候出来这个节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直在倒数。我说我今天不下班。我明年才下班。那个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那个放烟火，会有个灯光秀，把灯关掉，把窗帘拉到上面，好吗？好。56是那个小灯，微弱灯光。你要做一件不能 NG 的一个这么大的秀，不能彩排，不能重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。成就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到最后的时候，车子也停下来，然后大家就站在马路上也好，或是开车都停下来，全部都是准备一件事情，就是把101的烟火看完。倒数：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
我第一次看101烟火，很开心能够抓住这最后一刻。它是台湾的标的物啊，象征着台湾，象征着台北。101烟火要跟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人一起看，才是一件回忆的事情。每年跨年好像都是要参与的一个活动，然后觉得就是要经过这个活动才到新的一年。我们十年前好像有一起看过一次。我每年都看。我觉得就借由这个仪式，就做一个转场，就是把过去抛诸以后。那今年不管过得好或者不好，都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桥段，它燃起一个新的希望。